众所周知，貂蝉天花板是谁？那当然是张老三了。对于老三的貂蝉来说，前期只要有一个男 buff， 那就起飞了。所以你需要巧借 buff。他应该是红开的，你就把蓝给他偷了。欢迎，然后我们抢线，然后我们偷蓝。借完男 buff， 咳到尊严那是不能丢的。我，来，快走。我没打之前，我还在看他的夹子，夹子叫什么？哎呀，我要挂了，再见。两分吗？又要抢我银头是吧？开心老儿，小慧慧。河道尊严与人头皆得，这叫做不负 buff。天花板了，哎，过分了，过分了。我给你一个蓝，还有一个人头，不对吗？给我蓝，那个蓝不是你给我的，是我叫你去反的。我知道他肯定，你肯定可以反那个蓝，知道吧？红蓝 buff 皆有，那就表演一波无伤越塔。喂，哎，你为啥开杆子啊，小姐？你是有点看不起人了吧？你这个是。他是为了保护你。当然，越完下路，咱们再越上路。干他干他，帮我单，我操！哎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 ，BBQ 了，兄弟。快走，快上来！哎，六，没有上来啊？没有。毕竟每次越塔都能轻松跳走，所以偶尔礼尚往来。偷的，不然他们六分钟投了，我故意的。没事，说得好。礼尚往来之后，我们又可以开始无视防御塔了。哎，完犊子了，都死了！我操！我主要是我上马太卡了呀。我看你打吧，我看你打，我看你打，我能围观一下。真好。不要看我表演，看我表演，我还没有打五个这把游戏，我要一血一血上把的耻辱之战。你上把游戏太坑了，我靠！那我撤了，哎，我感觉我要救一下你。来，我不。你感觉要什么？别推啊，韩信啊，你不要跟个贼娃子一样的啊，推塔啊。来，给你五杀。这样的就直接推我的塔去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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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看我表演，躲，再躲一次，往上躲，再来一次，往后躲。随便躲多少下，我都可以躲。好了，本期精彩就到这里了。欢迎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更精彩。